The show must go on。 开口一来，歌声嘹亮饱满，让在场的人为之一亮。女星苗可丽在本土剧中犀利角色，流利台语骂人受瞩目，首次跨界主演音乐舞台剧。复古造型还特别练习了闽南语口气。苗可丽在台湾有个好莱坞中饰演黑道大姐大，又唱又跳，记台词走位，坦言是一大挑战。我刚去排戏的时候，我就会乱加词啊，乱加一些语助词啊，阿伯嘞，阿伯阿娜啊，哎、啊欸，音乐已经过了，你会来不及接。被获封最时髦的台语音乐剧《台湾有个好莱坞》，讲述六零年代闽南语电影文化，有一群电影人在北投片场追梦创作。2019年推出受好评，还登上金马奖舞台演出，暌违3年再重启，将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连办18场。这个戏近年的一个算是一个封箱的最后一次演出，这样。因为它其实规模也很大，所以基本上我们这次台北演出18场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北投曾有台湾好莱坞的称号，这次音乐剧依循历史，加上现代时空，建立新脉络。而同样以北投为背景的舞台剧，还有这部。烫成羊毛卷发型，穿上旗袍，重现50年代北投温泉酒家人生。导演吴念真率领演员林宇轩、于子玉的音乐剧《再会吧北投》，2018年首演受好评，连做2年票房冠军，升级2.0版本。马上要下台中，然后之后还有很多工作，所以也是有点小忙。再见吧北投2.0在疫情后和大家见面，第三次公演，希望透过动人曲目给观众满满正能量。 TVBS 新闻龙商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